本赛季的自由滑选举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两周再接 Toe Loop 两周，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连跳。Loop 三周接 Toe Loop 两周。两周接偷录三周。编排步伐fade步三周，跳跃萨波夫三周。身转结束，金书贤年仅11岁的小将，全场最年轻的女单选手，全场难度数一数二的女单选手，今天发挥得非常的出色。真棒啊，我们终于出了一个跳跃能力强的小女单，非常的欣慰。把衣服穿上。
开场的勾手三周，接阿克塞尔两周，接 Tolub 两周，难度非常高的一个连续跳。这个连续跳俄罗斯名将托克塔米舍娃也经常使用。Loop 三周，接 Tolub 两周。金书贤虽然因为年纪比较小，力量可能没有那么的好，但是他的爆发力不错，而且转速很快，所以他的周数大多数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萨霍夫三周，风声转，柔韧性也不错，可以来期待一下他的自由化得分。哇哦，技术分高达67.12，总分164.72，暂列第一。